新木乃伊是环球电影公司推出的木乃伊系列影片的第四部。影片讲述死于非命的古代皇后尸身深埋于荒漠之中，然而千年之后，她却在现代世界中复活了。与她一同复活的还有满腔的怨恨。这部电影将拍摄时间设置在了现代，从黄沙飞舞的非洲沙漠，到隐藏于地下的神秘地宫，再到面临毁灭的现代都市。影片将奇幻与惊悚融合。使用极富想象力的全新拍摄方式，引入了一个崭新的众神与怪物的世界。影片最大的看点在于伦敦的毁灭和汤姆·克鲁斯与木乃伊公主的斗智斗勇。伦敦在拥有超强法力的木乃伊公主面前化为一栋瓦砾，坚持亲自上场实拍动作戏的汤姆·克鲁斯似乎遇到了强大的对手。观众对这部纯粹架空历史背景的奇幻片期待值并不高，想要达到1999年木乃伊的影响力，恐怕不是件容易事。越来越多的大制作电影将目光锁定在科幻、机械等未来元素上，新木乃伊却别出心裁地将世界投向历史和传说，诉说一段远古力量来到现在的故事，成就了不一样的经典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评论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